早上的事呢，我已经说过弟弟妹妹了，但你也有不对的地方。妹妹还怀着孕呢，万一出点什么事了怎么办呢？是啊，医生说我身体不好，万一伤着了什么，我还要操心同事的事，你拿什么赔呢？对啊，我拿什么赔啊？那不如你就在家好好休息，同事的班今天该是我接手了。爸，天灵也最希望我好好的了。医师啊，你就让给姐姐。爸，你也太偏心了吧。